现在也很流行露营风啊之类的。对，所以我觉得穿这一套就又舒适，然后又有一些色彩，可以在人群当中可以脱颖而出，而且它又有很可爱的元素，拍后面拍你的后半身这样子，或者说是你正面都很可爱。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。